Java 学习。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这个 Spring Boot 的一些概念啊。今天我们学习这个 MVC 和 REST API 的这一些概念。我们首先看这个 MVC。MVC 的话，这是我们就是 Spring Boot 开发的时候也会经常问到的，被问到的一些这个概念啊。我们直接看这个网页，然后这个 MVC 呢，这个 M 呢，它表示这个叫 model，就 model。然后 view 呢，这是画面，表示画面。我们用一般的用 JSP 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 SIMLIF 啊，去或者其他的一些框架去做这个前端的页面，这叫 view。Control 呢，就是在 view 和跟这个 model 之间建一个桥梁。建一个桥梁叫控制器，控制这个控制器。怎么叫控制器？这个 model 呢，它其实就是，可以简单的看它就是代表数据库，数据库和数据这一部分。然后 controller 呢，主要是包含这个业务逻辑，service 这一块。这个 view 呢，表示前端画面。我们用户每次访问，对吧？就是看到的是页面，对吧？就然后。发一个 request 去，去访问这个数据，数据最后返回，就是返回的数据呢，就放到这个 build 里面去了。这就是整个这个 MVC 的这个基本的逻辑啊。有更细节一点的这个东西，它这个，叫分得更细一点的话，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因为前面的这个 model，返回了以后直接是个 view。就是，比如说这个 view 的话，就是比较单调、比较简单。如果我们做更复杂的 view 的话，实际上需要这个控制器把这个模型返回来的数据做一些这个变换，然后这个 view 呢，就是这个前端的画面呢，是通过一些模板去生成，叫 template，这样就看得更清晰一点，看得更清晰一点。我们一般的这个开发环境的话，现在通常用 Java 11了，这个还算比较新的。我们看它这里提供了一个，样这个示例的这个系统啊，我们看看它是就做一个简单的这个画面，做了一个 form，然后我们输入一个姓名、邮件，就是这个年龄这个信息，然后。就是把它发到服务器上去注册，现在是用户注册这样的一个基本功能啊。所以要建立这个 MVC 这种系统呢，我们大致建立完了以后，它展示出来的这个样子，展示出来的样子，我们用 Spring Boot 可以直接创建 MVC 的工程啊。然后基本的这个系统基本构成，前面我们可能也给大家已经透露过一些，但是。没有看到这个完整的这个目录结构啊，一个完整的这个 Spring Boot 的项目大概长现在这个样子。他们有这个，首先有一个这个 application，对吧？application 这个东西，然后呢就是刚才我们讲 MVC 各个层次，其实这里就分别放在不同的目录下面的。这个 controller 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控制层，对吧？然后 model 呢，就是 model 层，然后。其实还有一些，就是相当于业务逻辑层啊，就这里，但是它还没有做，没有放，有可能就是比较简单的系统的话，简单的有这三个层次也就够了，那是非常简单的系统，比较复杂的系统的话，我们这个 model 层可能需要细分，然后控制层也需要进一步的细分，然后这个 build 层的话，就是这个这里面叫做资源就是这个页面这一层，包括这个我们通常讲的这个配置文件。配置文件呢，这里写的是 application 点 properties，其实用 application 点 YAML 都是一样的啊。基本上，然后这里是因为是 mapping 构件，所以它这个是，这里最主要的是这个 POM 点 XML。然后这个 POM 构建，这个 mapping 构建的时候呢，它会提供 mapping 的几个基础的这个命令，这个，有了这几个命令的话，我们
会更方便的操纵这个 mapping 的这个东西。这些的话，大家可以通过一些系统的模板拷贝得到这几个文件。这个 MVNW 是这个 mapping 的这个命令，在 Linux 下使用的命令，或者苹果下面使用的命令。然后这个 mapping 的命令是在 Windows 系统里面，这个叫 CMD。就是对于这个构建以后，比如说我们经常操作启动这个 Spring Boot 的程序，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命令直接启动，用这个命令直接启动。它会帮我们设置一些环境，这样使用起来会方便一些。然后我们具体看它这个，这个是创建这个上面这个项目结构的这个过程。那你创建这个 Spring Boot，它这里就是提到我前面给大家讲过的，用就是 Spring Boot 专用的开发环境，它其实就是在，就是把这个 Eclipse 跟这个，Spring Boot 这个框架集成到一起，然后它起了一个名字叫这个 Spring Tools Sheet，就是跟这个 Eclipse 环境是一样的。我们通常用的。比如说用 IntelliJ 或者是 VS Code 也可以创建类似的这种工程，然后这里 JDK，如果你没有装这个 JDK Java 的话，这里是没法选择的，它没有装这个版本的 JDK，并且把这个它的这个 Java Home 设定，然后 Java Home 下面的 Bean 目录放到这个系统的这个环境参数里面，然后这里如果是这个没有装好的话，你这里没法选择。然后你装好了，这里就可以选，这里就可以选。完了以后，这里我们就得到一个这个工程。然后这个 Spring Boot 通常开发的这个，就是这个 Web 系统，包括这个 REST API 服务系统，它里面还有一些比较特别的这个其他的这个类啊，这个处理数据读写的，我们前面讲的。可以用这个，这个 JPA 和这个 Hublet 或者是 MapBatis 来实现，但是也有用这个 Notebook 来实现的，Notebook 来实现这个数据读写的啊，这，包括定义啊、读写啊，还有这个前端也有各种各样的实现方法，这个 Simlib 也是其中的一种方式，它这个 Simlib 呢就长得跟。就是通常用的我们讲前端的三大系统，Angular 啊、Vue 啊、React 这长得比较像，长得比较像，就是这个这么一个，所以在某种程度也比较常用。然后这里你去构建选了这些系统以后，系统会帮你生成这样的一个工程，自动把刚才我们需要的这些库，比如说是 POM 构建的，它这 Mapping 构建的，它自动加到这个 POM 点 XML 定义里面。那这些细节的东西我们都给大家讲解过一遍了。然后这个 notebook 的话，它这个这就是它的库啊，它的库，它的库的话，这个这里是调整它一个版本的东西，调整它一个版本的东西，然后这个 model 的做成，我们刚才讲的需要做成一个 model，你可以。使用这个，在这个建立这个 model 这个 package 这个包 model package，然后在这个 package 下面进行这个 model 的创建。model 的创建的话，它有一些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这个 class，对不对？这个就是一个普通的 class。你创建完了以后，你把这个 notebook 这个 data 给它包含进来，然后在前面挂一个这个 data，它这个叫 model 就创建好了，这个其实这样跟数据库里面正常，它就跟数据库里面的这个 notebook，它其实对数据，对刚才我讲的这个 DAO 和这个 DA，这算它的 DA，它都，它是它也可以拼写这个 SQL 语句的，它里面也是可以拼写 SQL 语句，就是可以做很多很复杂的数据这个查询处理啊之类的。这里它只是设了这个，它会自动生成。这里加了 add data 以后，它自动生成这些 get set 的方法，所以不需要我们去写这样的一些方法。然后这个 controller
那你加一个 control 流程，对吧？就是刚才我们那个目录里面其实已经看到这个文件，然后这里它是用这个 control，因为它不是给外面提供 rest 服务，啊，我们后面那个 rest 服务的时候，这里会 rest 会变成 rest controller，然后这个其实他们这很多方面是一样的，很多方面是一样的。这个 getting map 里面，如果这个 home controller 里面没有 getting map 的话，那就从就是相当于它这个是根目录，是根目录，然后就是 URL 里面就没有表现。然后如果直接我们像这个 form 里面去 get 的时候，它是这里就是把这个用户信息，根据这个用户信息去查找，然后这里返回这个 form return 这个 form 的含义是呢，就是这个 build 里面有个叫 form 点 HTML 的这个文件，然后这个在这个就是把我们导到这个 form 点 HTML 这个文件，这个前面其实我们如果留心的话已经能看到了啊，这个 form 点 HTML，然后我们在 form 点 HTML 里面，它其实长的是上面这个样子，对不对？长的上面这个样子，然后输完了以后点送信，就是去调 post 的方法。然后迁到这个页面，所以后面的话，后面这里的写法的话，就是说，这里的 controller 的写法是 post 的这个 method 执行以后，然后去迁到 conform 这个画面，就是 conform 点 html 这个画面，但这里面没有包含这个具体的处理逻辑，比如说这个，我们在迁到这个，form 点 html 之前，我们需要。就是需要，比如说根据这个传上来的这个 user 去取到数据，去数据库里面取到数据，然后把它设到这个 form 里面。那个进到这个 form 点 x 点 html 的时候，它已经有数据，所以说就需要在这里加一些这个处理逻辑。然后这里就调了这个 conform 这个方法的时候，如果我们需要把这个前面输的这个数据，这个用户这个信息，我们需要把它写到数据库里面。那我们也需要在这里加一些这个处理逻辑，然后，然后再 return conform 的时候就回到这个页面里面，这么一个过程。然后这个 semleaf 的这个 template，我们刚才讲了，它跟那个很多前端处理长得很像。大家需要写，因为它是可以在 HTML 里面书写一些这个。像循环的判断这样的一些基础的处理，所以我们，就是做好了 HTML 的模板以后，只需要加入 semleaf 的这一些塔沽，这一些处理，然后再把刚才返回来的这个那个一些数据给设上，这样就至于完整这个 view 就完成了啊，这么一个过程，这么一个过程，它是放在这个，关于这个 resource 下面啊，resource 下面它有静态部分，也有动态部分。动态部分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template 下面是跟这个 model 的这个 view 是对应的东西。所以我们在这个目录下创建一个这个 form 点 html，然后这个长得像现在这个样子，这个这你的 form 里边像 th action 啊，这些就是 th object 的，这个就是这个。增加了 semleaf 的这个塔沽，semleaf 的塔沽，我们，就是对 semleaf 的话需要稍微学习一下，然后我们可以，就是把这个取到的值给设到这个，页面里边，然后 post 的时候，同样也可以把这些值给发到服务器上面，发到服务器上面，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这个基本的这些写法，其他的部分的话都是普通的 HTML 的这个写法，对不对？没有学过 HTML 的，可以参照我们前面这个讲解的 HTML 的基本编程、基本教程。然后这里这个做完这个 form 以后，我们做 conform 的话就相当于是比较简单，然后把这个就是这个获得的这个前面这个传过来的值给它设上去，这就是这个 semleaf 的这个语法。
用 SimLeaf 的话，那我们在图上需要把这个 SimLeaf.org 这个标记给引进来。在前面这个应该也有，是吧？应该有。然后 Spring Boot 函数启动执行，启动执行的话，我们在这个 STS 这个环境里面，其实在 Eclipse 里面也可以自己配置这样的环境，然后就可以这样的去启动，点了启动它就启动了，然后这个画面就出来了，那就可以简单的测试。这个其实它并没有真正的去访问数据库啊，这里面就是一个简单的关于 MVC 的这种演示。关于 MVC 的演示，我们下面再具体看一下这个 REST 的 API。这个 REST API 的话，它在后台的这个处理部分，应该跟这个MVC 这个后台处理部分，就是控制这个 model 的部分，这是完全一样的，可以完全一样的。然后呢，它不一样的地方呢，它就没有这个 build 这一层，它没有这个 build 这一层。然后在这个我们也可以。具体看一看这里面的这些代码，看看这里面的这些代码，然后就是它可以，它是以一种这个 service 的形式向外界提供服务，不是简单的向这个 Spring Boot 的这个 build 这一层提供服务，当然也是可以向 build 这一层提供，所以它扩展了这个 controller，把 controller 扩展成这个 REST controller，这样我们就是说实现了这个 build 跟这个后台处理的这个分离，即使就是说你这个你做的 build，它去访问这个 REST controller，所以说它可以放在不同的这个机器上面去实现这个东西，就这么一个基础的这个东西啊，基础的这个在实际的过程中呢，有很多的用途啊，就是特别是系统做的比较大的时候，如果你把这个前端后台都揉在一起，这个系统的它就这个。不太好扩展，不太好扩展，就这么有这么一个，这样就是扩展的话，你一个应用服务器它就是比较重，就是既包含了前端又包含了后台，然后，可能很多负载就压在数据库当中，这样就是它不是太均衡，就我们，所以说通常就是独立出这个做一些这个服务，然后独立做这个前端的这个 build 这一层的这个应用。这个刚才我们讲了，其实它也有这个，就是在这个 control 的层的时候，它已经有这个像 post、get 这样的一些概念了，但是它没有 put 和 delete 这些概念。所以作为这个 REST API 的话，它提供的服务的话，它除了普通的这个 post、get 概念，它还引入了一些新的 put 的这个概念。去 update 和 delete 的概念去做这个，删除。后面的话，其实我们有时候不是特别常用，但是严格的讲的话，就是按它的标准定义的话，还是要这样用比较好。因为这个，你像 put 和 delete，其实在这个，就是普通的 control 里面，它都有这个 post 来完整的实现的。它这么一个东西，就是，而且为手机提供这个服务，对不对？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一个基础的架构，我们这里面这个 MariaDB 其实是 MySQL 的一个延伸的版本啊，就是这个Spring Boot 它提供的 REST 的 API 服务，它不需要画面，它不需要画面，因为画面的话由这个手机终端去做，所以手机终端通过这个去访问这个 REST API 服务，然后获得数据或者把数据存到这个数据库里面，是这么一个过程。具体开发这个 REST API 的话，我们，这里也是一个讲解一个简单的例子，这里。讲解一个简单的例子啊，然后这个，它是在这个数据库里面插入这个 Logo，Logo 这个，那这个 Logo 呢，其实是保存的是精度、纬度。这个 GPS 时间把就位置信息存到这个 logo 这个数据库里面了。就是大家看怎么能实现这样的一个基本功能。它实际上是创建这个工程这个创建工程的时候，我们要选这个 Spring Boot 的这个版本。
但是现在一般的大家做系统的话，尽量选最新的版本。完了以后呢，这里数据库存取的一些设定，我们这里是用 MySQL，所以这跟前面我们讲的这个，数据库那一块是一致的，就是你需要在这个 application 点 properties 或 application 点 XML 里面去设定这个数据库连接的这个信息，当然还有驱动程序需要在这个 POM 点 XML 里面去定义，然后做成了这个 project 了以后。这个 project 就是一组文件嘛，对吧？然后我们再逐渐把这个每一层的这个 class 给做成，然后我们看它这里面的话，这个是用的 entity 的意味着其实它是用的这个 Hibernate 去那种方式去构建然后它这里就是说 entity 就是创建一个跟表。这个一定的这个，DA 叫 data object 的，DO data object 的，然后完了以后呢，他去做这个 repository，就是持续化的话，它，如果没有特殊的这个操作，那就是直接从这个 JPA repository 继承就可以了。直接从 JPA repository 继承，然后我们需要做的是这个 REST controller，然后为这个手机端提供这个数据服务。这个在手机端经常会用到，就是把这个手机的位置信息，包括当前的时间信息发到这个服务器上的这种状况。其实这个在实际的应用中还是有很多这种应用的。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就是。这个做了一个 REST controller 的话，它首先把我们这个 repository 这个内给引进来，引进来以后，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我们实现的这个方法，就是把这个它实现的方法的话，它首先可能需要把这个数据库里面已经有的数据可以进行检索，对吧？这里写的比较简单，就是把所有的数据都能检索出来。然后还有一个基本的方法就是说。去把这个数据可以发上去，并且返回这个是不是保存的这个，就是有时候它需要一个批处理，你把一系列的这个数据，就是保存到一系列的数据保存到数据库里面，所以说它用了一个 list 的 save all 这个。基本的 repository 这种类，它都提供了这种方法，提供了这些基础的方法，增删改查，这个一卡子保存啊，这种方法然后再就是这个对个别的数据进行保存，就是我们传一条数据上来，进行保存这样的方法。所以说这里，它的提供的 URL，这都是在这个 request 的这个 map 里面写，然后提供的这个 request body 呢，也就是说它这个数据体，传上了这个 request 的这个参数，传上了 request 的参数，返回去的是这个 response 的参数，就是基本的对这个 API controller 和这个 REST controller 的访问都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啊。然后最后我们把这个 REST API 应用做好了以后，就可以启动这个服务，当然我们。没法直接，可能开始没法直接用这个，就是手机端去进行测试，所以说需要用一些这个就是 Cool 或者 Postman 这样的工具去对这个，我们写的这个 REST API 事先进行测试，你把这个指定的数据，对吧？指定的数据发上去，看它是，然后通过后台这个检索，看数据库是不是得到了对应的这个，是不是保存了对应的数据，你。需要对它的每一个方法都可以进行比较详细的这种测试。完了以后，我们再用手机端去开发。那如果是有问题，那这服务器端，因为我们已经经过了测试，对不对？那服务器端是没有问题。那问题，就出在这个手机端或者这个通讯的过程中。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处理的这个逻辑啊。这里它是对每一个方法都进行测试，我们不细讲啊，就是这里。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继续自己深入的去学习理解这一块的内容。
我们现在这次课就讲到这里。